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今天进去的时候不要乱讲话，有什么事情我来处理。我都已经告诉丰副总说那个人是因为……那本来就是我做的事情，我应该要负责。你干嘛帮我扛啊？因为你是我女朋友。你闯祸，他善后，连你母亲生病，你都要他来开口向我借钱。你到底要拖累他到什么时候？一个只会拖累我儿子，让他便宜奔命的女人，我实在不能接受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，就离我儿子远一点。我今天自己去医院就可以。你先回去吧。为什么？沈阿姨需要我啊。公司现在很忙，你先回去准备春节特卖会的提案。我在医院也可以写啊，反正企划我都已经想好，在哪里写根本没差。你没差我。每次你到医院，我妈都会一直跟你聊天。你应该也不想要打扰她休息吧？刚刚塞车啦，我等一下就到了。没关系啦，你慢慢来，反正我可以跟沈妈一起看卡通啊。嗯。我妈她今天状况好吗？精神是很好，只是胃口有点差哎。等一下，你回来要多为沈妈吃点东西哦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问你哦，你想不想吃巷口？巷口的什么？鸡人。哎，怎么突然不说话啦？沈鸡人，沈鸡人怎么啦？喂？喂，秦子晴，你刚刚回家去看一下沈杏仁啦。他怎么了？我刚跟杏仁讲电话讲到一半，他就突然没声音了。突然我再打给杏仁，他都没有接。啊？沈杏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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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我带你去医院。我太冷静，是我没有回头的原因。什么结果舍得让你留着不说，多宽容，一点痛都嫌太重。可是我没有让步的理由，抱歉我没有尽力给你所有。让我。
还亏欠你一个冲动，死心塌地保留我的笑容。医生说你营养不良，血糖过低，又太过操劳，所以才会昏倒。你下次如果再不吃东西，我也不吃了。你干嘛？我要去跟着乐环板。你先躺下来休息好不好？我已经打电话给刘允乐，今天他会留在沈妈那里。可是乐乐已经照顾我妈一整天了，我怕他这样会很累。拜托，他是谁啊？三太子哎，法力高强，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我没有过去，我妈会担心啊。你如果真的把自己累垮，沈妈才会担心。反正你先好好休息。以后我们两个就轮流过去照顾沈妈，你就不用公司跟医院两头跑了。我麻烦乐乐，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。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造成同事麻烦，我也不想拖累你。拖什么累啊？沈妈就跟我妈一样，照顾自己家人是应该的啊。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。我可以，还没有遇到你之前，我一个人还不是好好的。反正我没有你想的这么弱了，我可以照顾自己，也可以照顾我妈。你应该好好专心工作，多陪陪你的家人。沈星，你跟沈妈就是我的家人。谢谢你这么说，但我拜托你，以后不要再对我这么好。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没有用。其实今天下午那个业务跟我说，那个医疗团队是他请的。那万一你爸妈不这么想，如果他们觉得我配不上你，反对我们交往，之间到底怎么了？